是李明軒，我負責自然環境和生活的。陸片。我學習自然環境和生活的，我從事負責埋呢個團隊的陸片同埋剪輯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今日我依家係我屋企，所以我哋依家就可能音質比較差，同埋我細佬喺隔離，所以都係唔係幾好。我哋依家開始我哋嘅科普自然環境與生活嘅科普視頻。我哋今日介紹嘅係魚，我哋一齊先睇下魚佢有咩特徵和咩嘅呢。魚是一種自然降水現象，是由大氣層環繞動產生的，是地球水循環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，是幾乎所有遠離河流的生植物補給淡水的唯一方法。從天上掉落雨滴有大有小，有快有慢。地球表面水蒸发上升，越冷形成了雨。雨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。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雨有什么种类啊。第一个，我们来介绍封面雨，即是说梅雨，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和来自陆地的冷空气相遇。由于冷空气重，暖空气轻，暖湿气流被迫上升，遇冷凝结，形成一条很长很阔的降雨带，这个就是封面雨了。第二个就是对流雨了，在夏季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，局部地区湿暖空气剧烈上升，遇冷凝结形成降雨，这个就是对流雨了。气象学叫做雷阵雨，我们通常叫做暴天。另外台风雨都是属于对流雨的一种。到地形雨啦，它是一个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，遇到山脉被迫上升，遇冷凝结就会形成降雨，这样地形雨就会形成的了。我们现在就到最后一个台风雨了，它是热带洋面上的湿热空气大规模地强烈地旋转上升，在上升的过程气温迅速降低，水气大量凝结成云雨，这些就是台风雨了。现在我们就来整中国的雨量等级，因为我是参考中国的，所以有点偏差。24小时内降雨量少于10厘米，或者1小时内降雨量少于25厘米，称为小雨。24小时内降雨量少于12至26厘米之间，或1小时内降雨量少于25至28厘米之间的，称为中雨。24小时内降雨量少于25至49厘米之间，99.9毫米之间，或者一小时内降雨量超过116毫米的，称为暴雨。24小时内降雨量少于100到199.9毫米之间，你达到或超过200毫米的，称为特大暴雨。当降水量不足0.05毫米或者观测前仍确有降水，但蒸发过快观测时已经没了，则
获奖量应记0.005米，不可漏记，因为呢次系一次共鱼过程，同鱼你将泽式超级暴雨形成洪水水灾，呈罕见的自然现象。跟住盖鱼的方式，可分为雷雨、地形雨、台风雨同埋气旋雨。接下来到佢嘅成因啦，佢嘅成因多种多样，它的表面形态有一个矩阵式，有毛细雨，有连绵不断嘅阴雨，仲有倾盆而下嘅阵雨。地球上嘅水上成功的照射之后，就变成了水蒸气，蒸发到空气入边，水气在高空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小水滴，那些小石都好少，直径只有0.01到0.02厘米，最大嘅只有0.2厘米。它们又小又轻，在空气中的上流气体就在空中，空中是这些小水滴，在空中聚成了云，这些小水滴要变成水滴，要变成雨滴降到地面。它的体积大约要增大10000多倍，这些小水滴是怎样使自己的体积增长到10000多倍呢？它主要靠两个手段，其一是令其外力和增大，其二是依靠云滴的碰力并增大。在雨滴形成的初期，云滴主要依靠不断吸收云滴四周的水气来使自己凝结和凝华。如果云体内的水气源源不断得到供应和补充，使云滴表面经常过于饱和状态，那么这种凝结状态就会继续落去，使云滴不断增大成为雨滴。但有时云里的水气含量有限，在同一个云道水气往往供不应求，这样就不可能使每个云滴都只好到归变到大的云滴。如果云里出现水的和冰之共存，那么这种凝结和凝华的增大就会更加加快，当云里的云滴增大到一定程度时，它们由于大云滴的体积和重量不断增加，它们在下降的过程不能来赶走那些速度较慢的小云滴，而且还能吞并更多的小云滴，而使自己壮大起来。当大云滴越长越大，最后带动空气在有时逃不住它的时候，便从云朵直落到地面，成为我们常见的雨量。完啦。